牡蛎壳本身是低热传导的一个特性，它不吸热不散热。第二个部分呢，经过一些处理，那牡蛎壳它具有跟竹炭一样，就是它是一个多孔状的一个碳酸钙，那它可以消臭。我们台湾有那个养牡蛎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呢，有人专门负责采收，第三个呢，有人负责专门洗壳，洗完壳之后呢，有人专门负责前处理，就是说烘干啊，还有煅烧之类的，这一个整条的产业链呢，是海外没有的。